又有新嘢食，浅草 number one 生日多芒果 coffee 拣咗呢一个咧系人气 number one 嘅浅草 standard 嘅布甸，芒果味布甸，第三个咖啡味嘅布甸。日本人咧就好中意食 pudding， 便利店都有得卖噶啦，但系通常只有一种味道嘅啫。咁呢度咧，哇，好多种味道拣择啊！好，试食啦，原味呢、這个。咧系咩味咧？咪原味咯。正常咧，其实系应该咁啊，抵嗰层焦糖。俾个呢一个布甸整得，即系嗰个蛋咧浓过咧，我哋平时喺呢个便利店食嘅好多芒果味。嗱，因为片起呢一块，我呃你话系一块啊，真正嘅芒果肉啊。然之后你摆入口，你摆入口，我摆入口，眯埋，真系分分钟俾佢呃到系一块真正嘅芒果肉嚟嘅。不过佢系比较滑好多，芒果肉就实啲啊嘛，咁就呃你唔到啦，味道就呃到啦。跟住咖啡味，全部都唔见嘅。吃落去好似一个凝结咗嘅咖啡咁样，只不过系用羹滗嘅，即系问你死味啊！呢个味叫做好难啊！